包括啊，摩根大通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一些商业银行，他愿意做这么大的一些投资承诺，其实他想争取的不是欧洲成熟市场的足球用户，他瞄准的可能更是透过现在这么发达的互联网的技术啊，在一些非欧洲市场，比如说远东啊、中国啊、东南亚啊，甚至是拉丁美洲、北美啊，那些潜在的一些足球用户，或者说属于足球体育及娱乐的这种跨界用户。但这种商业前景呢，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既是一个机会，有很多受众愿意接受这样优质的产品，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又是新的一波的伤害。因为本来中国足球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壤上，它汲取不到太多的营养，甚至有很多非足球性的因素在不断的影响，在一直在影响足球在中国的发展。如果再有一个非常强势精良代表着国际标准的一个足球产品进入到中国的话，谁还会看中国本土的足球？我个人的话，我还是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个联赛是把各种豪门聚集在一起，我其实觉得他们是有可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平台和机会，展现更好的足球，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跟就是欧冠去对接的，然后我觉得跟相比之下，其实很多人反对，我觉得跟就是我其实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我觉得让俱乐部挣更多的钱并没有什么错误。 For a lot of Chinese fans or fans in overseas countries which don't have a long standing football tradition, they're just, I think they're more interested in just watching the teams play.